见冬天的离开。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一直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还要拐几个弯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号码牌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还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我听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我往前飞，飞过一片时间海，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。我们总有一天，我的谜底会解开。希望你都支持华资署，支持我哋今次嘅筹款活动。我哋捐款网站就系www.cics2021.com， 又或者可以打电话416-333-5847。在天空上，用我的爱去画长虹，情话已历千年，留在白云中。信心不骚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阻碍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，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。我的痴，我的真，晴天会感动。信心不骚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
前面阻碍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信心不骚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阻碍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，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，我的真情天会感动。信心不骚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阻碍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心底彩虹，随着彩不飞纵。献丑献丑啊！不过咧，希望大家今日咧真系可以支持我哋为华资处进行嘅电台筹款日。捐款方法非常简单，可以上到网上 www.cics2021.com 或者打电话416-333-5847 416-333-5847捐款。多谢大家支持。